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辑师的邹长庚，上月22日因癌症病逝，享年62岁。4月5日，邹长庚于红磡福泽殡仪馆举殡，并以基督教仪式进行。在《滚滚红尘》《人在纽约》《女人风情话》等众多剪辑作品，为邹长庚在国内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殊荣的同时，他还孜孜不倦教导后辈，令人相当尊敬。资深幕后人员丁宇代表演艺人协会前来吊唁时，谈及与邹长庚相识相识近40载，也一度激动得泣不成声。大家就真係好似兄弟咁，我有乜嘢啱啱初入行，涉及呢個剪接呢個部門，佢不厭其長咁下溝教我，唔通我好快就接受咗呢個剪接嘅技術，佢對我。在後期工作的影響是相當深遠。最後呢，人家說要跟叔，我就叫你好兄弟，周長庚好兄弟，你安息了，我們會懷念你了。